疫苗接种建功，美国疫情趋缓。印度五月二十三日通报，过去二十四小时新增二十四万八百四十二起二零一九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病例，染疫不治人数增加三千七百四十一人。美国则因疫苗接种行动建功，每日新增病例增幅降至十一个多月来新低点。美联社报道。 美国冠状病毒每日新增病例增幅降至十一个多月来未曾见过的低点，让人乐观认为疫苗接种活动可以阻绝 COVID-19 重症病例，并防止病毒扩散。随着本周病例、住院人数和病故人数稳定下滑，美国已大致恢复疫情前生活。白宫再度出现拥抱和没有佩戴口罩的人群。阿拉巴马州港口城市莫比尔 （Mobile）。Mob o, 出现化妆舞会式的游行活动，受防疫相关限制的各州也准备解除限制。不过，专家也是警，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人数还没到能完全消灭病毒的程度，新的变异病毒有可能拉长疫情。随着本周新增病例七天平均值降到每天三万人以下，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 （CDC） 主任瓦伦斯基 r a c h e l w a l a n s k y 指出。 这是去年六月十八日至今未曾见过的低点。过去七天，染疫不治平均人数也跌至五百五十二人，为去年七月以来首见。医疗专家将这样的转折归功于有效的疫苗接种行动。根据 CDC 数据，美国十八岁以上民众已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近半民众已完整接种疫苗。另一方面， 据印度卫生部数据，全国染疫总人数来到两千六百五十万人，染疫病故人数累计二十九万九千两百六十六人。根据路透社统计，印度新通报的每日病故平均人数居世界之冠，全球每天三例死亡案例中就有一件来自印度。健康生活编辑部。